哇，我个人觉得左边要怎么切得动那两只巨型壮汉啊？ Bagan 这边是 Pork 流没有错，但是问题就是他的那个什么，因为他的前三选基本上就是中辐射嘛，那你看起来中辐射很强没有错，但是呢一看到那个后期的那个会战你知道吗，就你看到那一只塔拉好不好，然后再看到那一只斯科德，我靠怎么切有点难切好不好。欸等一下，经验欸其实选的不错，欸我更正一下，他这个这时候补的真是不错，那就是青剑打野嘛，瑞克边嘛，因为萨尼已经是那个一定绑辅助嘛，萨尼不会去走边线去 kill 下，我现在 calling 嘛，你支援不到位，对线打不赢。甲虫 ，OK 打爆发，现在我看一下 BRO 有爆发，然后中路图伦康伊格尔，但是呢只局限对线时期 ，OK。就是你对线的时候，你看到一个啊、，Yes， God damn， 打死你，电死你这样子。那如果到后期的时候，靠背有那个苏跟那个伊格，但是各位不用担心，因为呢，前面有两只坦克啊，你懂吗？他们会架一个阵，哦，他们会架一个这个阵线，就是三角阵，不是三角阵线这样子。一个 triangle， 哇！我最近英文真是变得有够好，是怎样？开始运动之后，整个大脑都变得不一样了。反正呢，那一只塔拉跟那个斯科德会先站在最前面，然后甲虫侧翼就是打二拍嘛。那个什么，那个兔兔，哦，就那边是，然后土人就是那边total poke 这样子，而且刚好都是对位 counter pick。虽然左边，我个人觉得他的前期确实比较强，就算你对位 counter pick， 你懂我意思吗？就像大家会说什么史兰兹康苏 ，OK， 那是后面的事情。然后还有什么图伦打伊格哦，舒服啊、但那也是对线时期的事情。但是你总结看下来，就是左边前期就是破格针，你懂我意思吗？他前期就是破格针，所以呢 ，BRO 很简单，这场没有几几开。我个人觉得就是五五开，好，就是五五开。那你真的要分的细的话，就是前期左边会赢，然后呢中后期 BRO 会赢，就这么简单。今天的双 B 对决第一场，来，等不及了。欸等一下，我怎么觉得他们那个泰国的画质还是很差？就是那个画质到底出了什么回事？确定一等要录？我知道你前期很强啦，我知道你前期很强，但是你的经验不强啊。哎呦，这个闪推，等一下插刀，哇，超菜，完蛋！虽然有制裁到，但是人还是死了。心也可以做事吧？他上哦是有，哇，飙到一个，哦，心也受头，削，意外中的削，我。我个人是觉得他们必要前期这样子打了，其实讲真的，因为我先跟你们说，伊格强势起靠妖星怎么死啊？等一下，刚发生什么事情？你汤呢？哎呦，互换哇，马蒂脑冲，然后皮卡不要哇，还是死了。就是呢，那只伊格前期强是归前期强，但是是从二级的两等的时候开始。懂我意思吗？他从两等的时候开始，就是你可以二技能，然后无限丢一嘛。但是他们全部都是直接一等的时候撸进去，那是有点凶的。OK， 然后等一下呢，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看点，就是在朦胧战的时候，或是凯撒战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他们对游戏的理解绝对 OK 啦。所以现在想想，应该也不会发生事。好，那没事，就是他们不会去跟那个什么。我刚刚讲错了，我是说 BRO 啦，我是说 BRO 不会来去打这个龙团，应该是不会来打这个龙团，应该不要打，不要打，完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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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对方有杀你，你们懂吗？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很多次，
有煞你的时候，因为前期没解控，你就是等着被推。我话都，安娜塔拉也没办法，对吧、啊？这边空包，哇，很彪，怎么会这样子？不是个好选择，不是个好选择。有没有？他就一直控你，就一直控你。我这场是怎样 ？T1 自己一个人在玩的。他的塔拉真的很奔放耶，他从好一年前吧，他的塔拉在那个什么台湾在巅峰赛，你看到你会怕，你知道吗？超恐怖。OK， 前期被压制正常，没关系，我们拖后期 ，BRO 就是拖后期，不用怕哦，不用怕，慢慢来，拖后期。不过也有一个忧虑，就是我刚刚说他最后一选选的很好，他最后一选的那个青燕补的很好，所以呢，这场不好说，好不好？这场不好说。等一下，我看那个辅助是不是出错装啦？他出盾哦、喔，哇，这么有自信，不会队友不会被飙到？确认，直接给我出盾，确定。啊，那斯科德进来，你人会被？会被晕烂，那等一下皮卡就直接大闪进去后排，直接敲爆不就好了？不是吧？那个萨尼这么有自信吗？已经不是有没有自信的问题了，你知道吗？现在是你被控到会死欸，他是不是买错装啊？他买错装了吧？我是觉得他应该是买错装了，好不好？因为不太可能，对啊，就这场出盾有什么用？不太了解，因为那个盾值其实没有到很高，还是没有换，还是盾哎、欸，确认。他真的是祈祷自己的队友不要被插到、喔，被插到直接死哦、喔！我跟你讲，被插到猎友会，你会开始在想啊，我到底那时候干嘛出那个东西？这样子，对。后悔来不及了，好不好？就跟你的爱情一样。现在是皮卡，你看皮卡要开就开，有没有？谁的锅？谁的锅？我们先检讨那个辅助。这变一个迷因了，干！你看他怎么打啦？哇，姆万直接不帮他挡哎、欸。培根这场是怎样？他们这场在干嘛？还不换呢、欸？不是你刚刚他真的不换清新吗？你真的假的？然后对面不是对面 BRO 这么回血的阵容，那个塔拉你怕没叮当？他很恶心。金神塞，狙魂呢？狙魂呢？我跟你讲，这个拖到后期，他最好是第二件赶快出狙魂，不然真的会来不及，好不好？赶快，赶紧的，赶紧的。虽然这场塔拉不是一个重点，但我觉得他你也不能补他吧。他今天不，他虽然不是一个那个什么今天的主要主力，但是他其实扛在前面也是蛮烦的，毕竟你们 poke 阵啊，他一直在那边吃 poke 啊，那就按个大绝啊，我带劫啊，哈哈送，不行吧？你总要让他被狙到，哇，一个用到完蛋，那个回血回不起来啊，这团就不能打了，对不对？你要赶快让这个效果要弄出来，不然那个兔子飞起来，现在我个人认为紫瑞是经济应该是领先的吧。应该是领先对面输的，虽然对面输有带练级，但是我觉得要不是领先就是持平。刚看了什么？对不起，我回放一下。是不是有人教凝霜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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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母安他们怎么了？不可能吧？
这个有效、哦、不是吧哎、欸、他们这场打得太诡异了吧超诡异耶不可能这不是培根这应该是那个一名代表队啊不是不是我看什么超奇怪他们 这场在干嘛什么意思前期也没打出个什么东西来哦天神先上狙魂了 OK 前期也没打出个什么东西来然后你这样子青燕哦八分钟终于好啦青燕至少是有在弄的那一个啦好不好哇我刚刚到底看五万在我心中是数一我是说有打传说对决整个世界杯我觉得他觉得是没有第二、啊、不没有第一也有第二真的他在我心中的那个位置他的射手是超强的那种超狗干强他不太可能是因为你就想你如果是一技能放的那个时候按到那就有点扯了、哦哦、你今天是狙击的时候对吧他刚是狙击的时候然后按到凝冲我下扣零吧我下扣零吧是什么事发生什么事现在怎么会这样他们怎么失常的那么惨 OK 好啊全部爆开好啊那现在那个什么 MMP 现在不爽啊好啊不要玩啊也下去啊妈的看他们在干嘛怎么可能这不是培根我跟你讲这不是培根这不太可能是他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是这种素质的你知道吗哇差一点就挂了哎、欸，我今天是很公正的哦，好不好？哎、欸，不对，我们有说过，我们那个什么世界赛的时候，我们都会以公正为优先，好不好？不是因为今天好不好 ？BRO 在 GCS 代表队 BRO 上场，然后我才嘴那个，不是也没有嘴，就是才讲说，培根这场怎么样？没有哦，没有哦，我们在前面的时候也有说、哦，好不好？就是前面可能也是 GCS 代表队的时候，我有说，哎、欸，这个怪怪的，对不对？我也是有说，这个就对。我现在看不清，我讲实在，我现在看不太懂 Vegan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那最严重的就是看不出来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整个都是问题。你狙击狙不到，然后你现在前期没有拿到任何优势。然后那两只坦克现在已经要飞到烂掉，然后那个史兰兹从头到尾没有，从头到尾舒舒服服，好不好？然后那个萨尼给我带盾，他等一下再给我带，他等一下我跟你讲，他一定现在发现了，绝对会带清新。我跟你赌，他可能买错，但是也不太可能会有发生这种事情，因为怎么可能买盾啊？对啊。你欠开哦，那个斯科德大闪过来，你是原地不动的哦，你就变叮当哦，我现在扣你，好不好？然后刚那些突发状况，那个失误也太多了吧，不太可能。我看一下，哦，你看嘛，他换清新啦，你看，哦，对嘛，超呀，对嘛，当然不急。但来不及了啦，肚子太肥了啦，肚子现在很肥啊！看到你萨尼没有在管你啊？而且我个人是认为兔子是蛮好打萨尼的、啊，好不好？兔子是蛮好打萨尼，然后你今天站位不要太失误，你基本上你的二技加上你还有一段瞬移，蛮好躲他招的，而且他只要没有开到你，他就等着被你流死。好菜完蛋青燕汤小聪跳一个大的可以吗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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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不要死啊完了啊完了我刚发现我刚那一个言论偏颇偏颇 BRU
B R O 啦 ，B R U 靠背。那我们结束了，那我们结束了。哎、欸，这场看不懂哎、欸，怎么会有这种东西？不可能，这不可能是培根 ，Vocalin。哎、欸，我讲错了，平成胜是有上颚的啦，他是有上颚的啦，他是有上颚才来打这波的哦，那合理啦，那合理啦。我刚一开始看错了，我以为他只有一等，现在回重看一次，原来他是有那个，他是有上颚级的哦，那他这个路也就合理，对，他这个路也就合理多了。我刚想说，嗯，怎么会长这样？不太可能，怪怪的。结果哦，刚重看一次，哦。而且不妥，他是有上颚的，好不好？我心里就想说，数一数二的中路不会出现这种失误吧？啊、嗯，没事，这场不关 King 的事，好不好？不过确实必须说 ，BRL 要注意一个东西，因为这个像这第一波龙战，其实不太可能跟他这样子打，不太可能，因为对方有上，懂吗？然后你的。在这个时间点，没有人可以出到星星辅助装，没有人可以喝到那个什么三阶，不可能，波及，好不，波及。所以你这时候萨尼是很强的，他只要想要开你就开你，就这么简单，他想要开就开。所以，嗯，不知道、欸，直接这样，那个该上出去啊。就变成一种水饺啦，宁愿去开那一只凯撒，也不要跟他拼这个东西，这个就有点小尴尬，好不好？这个就有点小尴尬。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你看这波团，你看这波团谁的锅？就是那一个涛 X 的锅，他为什么不出清新呢？而且你们还打那个，你们是往中左靠。是往中左靠，就是离开他路比较近的那个啊。对方开战很强的，就是 BRO 开战很强的，就是什么斯科德啊，谁都会看那个点开装备栏看一下你买了什么。哇，怎么会有人买盾啊？天哪！皮卡丽人想说，哎呦，买盾呢？啊呢？我拢知影你咧来底，好不好？直接该亏了。King 神圣心想说，啊，干，救我救我！靠背怎么开起来是一个盾？这样子，我大概了解他的心理层面，就是看怎么会这样子，你懂吗？就是如果刚刚你看我们用 0.5 倍速，你看这时候他被开到了，哦，他被开到了，转一圈有没有啊 ？Q 空丢啊，靠腰怎么办？这时候只要一个清新按下去，他就死掉了 ，OK 吗？他就死掉了，啊，结果现在没有。哇，他直接被留在原地，你看到、哦、他被留在原地啊啊啊啊啊啊！西、啊、基、啊啊啊，你带那个盾有什么用？你被留死了、啊，对吧？你直接开清新，多么的好！我不懂哎，他为什么要带盾？谁有没有那个大神可以替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这波要带盾？我真的看不懂，好不好？金将跨龙博。他这波如果带清新，绝对走得掉，而且你还可以让那个什么斯科德带那个丛林从那个什么丛林游侠，哎、欸，抱歉，一点都不管，直接走出去，就这么简单，也不会被打到，多么的棒！结果 King 先生就这样白白的撂起啊，你知道吗？白白的去死了，这是有点奇怪的，就是为什么他要带盾，我不懂，好不好？我不懂。那你看这波也是有没有？萨尼被开到啊，靠呗，开个清新，赶快走。切，没有带清新啊，我带盾啊，哦不，我跟你讲啦，你要带那个什么，就是如果对敌方有控制的时候啊，我之前有遇过，就是有人就是不带盾，他带原力，干超靠呗，然后他的玩法是怎么样嘞？对方控制来的时候，他开大绝。就是他大绝，因为有霸体。哎，干！可是今天这个不是排位呢，今天不是你单排呢，你那个大绝霸体是你自己而已。啊，你们够力队列赌 you 哦，你的队友都不用理了，这样子很可怜呢。这样怎么玩？怎么玩？整场整个被控烂，好不好？
没得玩，没得玩。这场，我们谢谢这个 Torix， 我们谢谢这个辅助，我们先谢谢这个辅助。OK，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我们接下来看下面一场，应该已经开始了。